欢迎乘坐本次航班。又怎么的了？我姐儿俩一块儿哎，我说今儿怎么风吹得格外柔和呢？先生你好，后面还有很多乘客在等着，请往里走，谢谢。谢什么呀？都是自己人，别那么客气。看你穿衣服的样子，我还真有点不适应。你好，欢迎乘坐本次航班。先生您。哟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可以帮忙的吗？这行李箱满了，我这个大行李还在这儿呢，麻烦您给安排一下呗。请您稍等。哟喂，轻点儿，万一东西给弄坏了怎么办啊？是不是？都说空姐专业，你说这连一包都放不上去，哼。先生，放好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这电脑在里边呢，忘了拿了。麻烦您帮我拿一下吧。你接，你扔接，你是空姐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请您稍等。先生，您的包。刚想了想吧，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有点忒麻烦了。您确定您不要您的包了吗？我要是不确定，你就不给我放了是吧？哼，放回去吧。拿个毛毯，请您稍等。哟，对不起，手滑了一点，我自己捡啊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，你怎么了？不行，我这腰扭了，完了出事了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需不需要帮忙啊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我缓会儿就好了。麻烦您帮我捡一下吧。哎，顺便帮我把鞋带系一下。你故意的。你怎么可以这么怀疑你的旅客呢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急你急你急，你信不信？你要再这样的话，我就投诉你。你别太过分了。我怎么过分了？你信不信？我真的投诉你。放紧点儿，待会儿我下了飞机又没人帮我系了。